南韩第一夫人金建熙去年十一月被爆出收受价值300万韩币（约合台币7万元）的名牌包，事件延烧将近半年，检调终于有动作。김건희여사의명품가방수수의혹사건을맡은서울중앙지검형사일부는이원석검찰총장의지시하루만에빠르게움직였습니다김여사와윤석열대통령을청탁금지법위반혐의등으로고발한서울의소리백은종대표등에게오는9일출석하라고통보한겁니다首尔之声就是当初曝光影片的网络媒体，但对此首尔之声回应，希望延后调查时间，因为他们还握有未爆弹。백대표는 SBS 에내부적으로준비가필요하고보도되지않은내용중추가로고발할것들도있다며5개월동안말이없던검찰이부른다에서달려갈이유는없다고말했습니다根据南韩的请托禁止法，公职人员配偶不得在涉及职务的情况下，一次收受超过100万韩币（约合台币2.3万）的物品。而金建熙也被拍到经常佩戴高价首饰，甚至出席场合身上行头高达惊人的229万台币，曾掀起未申报相关争议。쟁점은전달한명품가방의직무관련성여부가될것으로보이는데공직자배우자의경우공직자직무와관련해금품을받으면청탁금지법위반이됩니다다만직무관련성이인정되더라도배우자를처벌할수있는규정은따로없습니다即便无法可罚，恐怕再度重击尹锡悦声望。哎呦，总经理，오랜만입니다。아이고감사합니다。毕竟国会选举过后，执政党惨败，朝野难以缩小旗舰，一届罢工悬而未决，如今第一夫人又一次收贿，执政至今争议不断，导致尹锡悦的施政满意度掉到27%，不满意高达64%，剩下的任期举步维艰。三立新闻双报道。